有意思，一个是吧对前途一片迷茫，敢问路在何方，找那个是眼见。其实他敢问路在何方，我给你们提醒一下，我这是一个寻找类的节目。高手在民间。哇，画画厉害，哎呦，这完美，有点质量哦，完美。哎呦呦，哎，这跟我们那个有一点点接近，怎么办？南京老师，你们谁走到那儿是不是都认为你是建筑工地？这种行为艺术，厉害吧？什么呀？就是悬崖上跳舞，悬崖上的舞者，就是这个吗？哦，悬崖上的舞者，看。哎，线宽。哎，你别说话的，还真有点意思。逼真呢，有点意思。哎，你看宋宁都已经折服了，他说有点意思。宋宁不去哪儿吗？咱就去这村。多立体，多逼真，多下瘾，哎呀，自己都害怕。大家好，我叫张世先，这里是我生活的地方，也是我画画的地方。我从小比较喜欢画画，后来稍微学了一下。好像还挺帅。其实我没想过一下会突然火的，很多人都会问我在这里画画会不会影响到交通。我在这里面画呢，一般这条路上很少有人流量经过的，而且我画完以后会及时清理的，这是我带来的工具，一个桶扣吧。平时我提水的话都是在这里面，这里有个小水沟，相当方便的。哎，你看就是小伙讲究不讲究，嘿，漂亮。完了，周学姐，我觉得不应该听宋玲姐姐的，这不跟我们那个很相似吗？没事，室友跟你讲你错了。